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咁啊，牧师啊，咁其实普世当中咧，佢哋一啲嘅神迹人啦，或者系啲牧师啦，佢哋对神迹嘅概念咧，同我哋教会好唔同嘅。咁其实佢哋嘅错误又喺边咧？嗱，呢一点咧，我相信系当我讲出嚟嘅话咧，整个世界嘅牧师咧都会知道自己错喺边度。但系佢哋从来冇咁睇呢本圣经嘛。其实我哋首先从个骨架讲起先啦，先至分析翻嗰个真理嗰个嘅证据啦。个骨架就系其实佢哋从来冇相信同埋冇谂过，其实呼召同埋神迹恩赐啊、九大恩赐啊，其实系为咗乜嘢？佢哋冇谂过啦，并且唔相信，因为点解？因为发觉佢哋一攞到呢啲神迹奇事或者恩赐咧。他们直成是就道行逆施。简单来讲，神其实给每个基督徒一生的 calling 和他赐下某一些独特的恩赐，最主要就是等我们发展和完成这个 calling 的时候，和发展和完成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涵和我们的信仰增长。这个就是祭司婆在整个过程当中带着这个的空牌，其实就是讲紧呢样嘢，但系咧，所有你喺度一有恩赐嗰啲咧，就走去血气啊，或者一成功啊、成名啊，就有问题。所以好多人咪误解，或者甚至完全唔明啊嘛。即系我相信好多人第一次唔明，最唔明喺圣经当中其中一点，第一次当见到摩西行完十灾啦咁劲咧，但系佢竟然犯咗一个性格上嘅错误，就入唔到迦南美地，系咪？即系话，诶，你唔系用错神迹，或者你将啲神迹变咗第二度，或者咧？为什么你发脾气咁就入唔到迦南美地？有冇搞错？因为佢哋直情冇办法理解咗神究竟想点啊！佢哋唔知道一个好基本喺主耶稣基督更加将呢个概念咧衍生得好清楚噶啦，清楚到点样呢？清楚到啲人直情不屑去听啊！清楚成点呢？咁咪就话我哋一定要系结果子嘅，佢咪一定话我哋系枝子，佢系葡萄树，我离开咗佢，你唔能够结果子，唔能够结果子系斩咗，钉在火里咩？好啦。咁其实主耶稣都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全个旧约圣经里面嘅概念啦。首先呢，我哋听到譬如作咗契税房啦，我哋即係而家大家听緊呢套信息就係作咗契税房嘅内容啦。咁但係作咗契税房係讲緊啲咩？就係诗篇第一篇啦，係咪？其实係咁嘅。其实成个故事就係讲所有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呢，都可以用一棵树睇。第一，我哋嘅肉身背景就係我哋嘅泥土啦。就是这棵树的泥土肉身背景。就是你可能一出世是王子，或者一出世是乞衣，或者一出世是个马夫，或者一出世是个平民百姓，或者主耶稣这样出世是个牧长，这个就是他的泥土来的。好啦，咁但是他的恩赐呢，不是落雨咯。圣经里面讲圣灵的恩赐降落来的时候，在约珥书咪讲。但是你有几多人呢，当神的恩赐啊降临的时候呢，他做好多动作啦。耶利米书就讲他们作个池子的装啊，但是呢就其实漏的，不得的，是不是？即系话佢哋想攞住嗰样嘢，佢以为咧，佢载住呢啲嘅水，载住呢啲嘅雨咧，就回翻俾神啦。即系话等于咧，啲人去搏命，系将个恩赐发展到啊尽善尽美啊，成啊赚好多钱啊，好出名啊。咁神唔系要雨水啊，雨水系佢俾你噶嘛。佢要咩啊？果子啊，一棵树佢要果子，果子就系嗰份嘅性格。明唔明啊？你有恩赐，你俾翻神恩赐，咁算啦咩啊？好啦，咁跟住荣耀咧，或者系出名咧 ，famous 咧。咁只係阳光嚟咋嘛。所以一棵树我哋知道佢係需要有好多呢啲啊，譬如我哋讲嘅空气啦，空气就直成就係神嘅话语啦 ,understanding 啦。我哋所讲緊好多呢啲外在嘅嘢呢，佢直成混淆咗，佢哋到最尾呢成名佢冇諗住结果子，因为我出名就得啦，你出名即係等于有阳光。一棵树神俾咗阳光你啦，神光照你啦，你都唔结果子，咁你算系乜嘢呀？係咪？但好多人就会舍本逐末啦。你会睇整个世界，佢哋其实将佢哋而家成个基督教嘅所有呢啲嘅嘢堆埋一堆，主耶稣咪解咗咯，咪解咗咯，直成就系讲紧系就一棵树啫嘛，系咪？吓，冇错，你有泥土啊，咁 so what？ 你凭你嘅泥土，你就觉得可以向神交账？哦，咁你系有恩赐啊，咁啊即系有雨水啫，系咪？神嘅春雨秋雨啫，吓，圣灵降临啫，系咪？啊，你个个好情绪化啦，咁又 so what？ 我唔结果子噶，我唔使噶，我中意点都得啦，见唔见啊？所以变喺圣经里面，神其实点解特登系将所有嘢都系摆埋喺同一个叫做理念里面呢？其实根本一早就已经俾我哋知道，
其实佢哋，所以好多人听唔石安点解会不断系讲亲乜嘢，讲恩赐，我哋又讲性格；讲成功，我哋又讲性格；讲大复兴、富足，我哋都会讲性格噶嘛。因为咧，其实打从一开始神俾个 calling 我哋，俾个带领我哋，最重要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嗰个嘅性格内涵能够诞生出嚟。啊，呢点系其实就最紧要。咁所以变咗我哋睇亚伯拉罕一生，我哋成日都误以为系个 calling 啫。但是个 calling 系要佢配得上呢个 calling 嘅过程里面衍生出嚟嘅性格先导致神欣赏。摩西又系，主耶稣又系，每一个都系。但系而家基督徒唔系啊，佢哋集体唔系，仲要系个牧师带啦，同埋小桑呢败类走出嚟又带啦，阿小羊嗰啲败类又走出嚟走下浮啦，佢哋全部走出嚟咧就讲话呢啲就系你最重要，呢啲就系可以对得住神，嗰样就神最重视。其实全部佢哋。自豪啊，出嚟 show off 嗰啲，全部都系神俾啫嘛。神俾恩赐，佢有咩 show off 啫？神俾光照，佢有咩 show off 啫？神俾背景，佢净出生唔到添啦，系咪？所以无论恩赐啊、圣灵同在啊，全部都系神要我哋有一个回报。那个回报就系祭司嘅空牌，嗰十二种性格都要入晒，即系信仰里面嘅坚毅啊、courage 啊、勇敢啊，佢哋嘅圣经里面所讲嘅圣灵嘅果子啊，呢、这个就系神所要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诚心唱歌，情奉真心真意献祷告，渴望明白神力在计划里征傲，心中托知神愿将千古奥秘大事预告，昨夜中世代里千载历数，朝中竟轻引我达到。来到圣所献陈祷告，寻求上帝永恒引导，朝着圣所走进万子里，心中战惊预报。来到圣所，我诚意求告，期望奉献生命作回报，持续至终紧贴主脚，中到绝期路，心中苦望。